甄嬛上滴血验亲，还有这个不为人知的细节。甄嬛在去景仁宫之前在干嘛呢？当然是用鲜花染指甲。这古代美甲为了更好的上色，在美甲时会加入一种特殊材料白矾，而这白矾也正是后来出现在内外花样水里面的。所以呢，这一细节便成为了甄嬛早已预料皇后阴谋，干脆顺水推舟的暗示之一。此处嬛嬛呀也没那么直白单纯的接招，她还做了两手准备。方案 A，如果验皇上的血，那么甄嬛就释放指甲里的白矾，让血相融，证明孩子是皇上的好大儿。方案 B， 如果验的是其他人的血，那么就当之前呢没做也没说。果然呢，好饭不怕晚，笑到最后的才是真王者。